我的学校是 my first two AVC， 今天我要介绍是鱼素与那个 cauliflower 在我们的鱼要调那个味料，就是盐、酱青、麻油、胡椒粉、蚝油和那个白海带粉。 首先，我们会拿那个鱼切好好的，预备好的，我们就会拿出来要调味。首先，我们那个鱼有一点腥味，我会放一点点一片姜，就我就一茶匙那个盐，一茶匙盐，还有一茶匙那个酱青，还有一茶匙麻油。 还有一茶匙那个胡椒粉，还有一茶匙那个蚝油，还有一茶匙那个白菜粉，就我们可以搅均匀，搅均匀，搅均匀了，我们就可以放在一边，搅均匀了就好了。 我们可以放在一边，我们也可以去煮那个熬那个汤，这个是大葱，大葱那个熬汤的汤的大葱很甜，很香味很好。我们的大葱可以切到一丁丁，就我们的处理那个菜瓜，不要切太大，因为小孩子吃。 叫你们切那个菜瓜了，你们要小心，因为孩子不会吃这个，这个头这个头已经去掉，我们哦切到很干净，就孩子就比较喜欢吃。就我的豆腐切这样，红萝卜切成丁。就我首先我煮一锅水，我放那个大葱去熬那个汤，那个汤我可以熬10分钟到20分钟，它的甜味就很香很出来。 就你不用调那些什么酱青，那些太多，不用调很多那些料，这样就很香了。这样我们给它熬15分钟到20分钟才来放鱼，还有来才放这些料下去。稍微等一下子，我会熬这个汤先，给它熬先。我们汤已经熬好了。 我们它的姜我直接放下去，还有那个鱼放下去，那个鱼放下去了，我们就是跟它热一下，就等它的鱼滚了，我们才放那些，我直接放那个鱼和那个 carrot first， 放那个 carrot 了。 给它滚一下先，滚了我们才放这些 cauliflower 和豆腐。它的汤已经滚了，来，就我们这边有点泡沫，我就跟它捞起来，那个泡沫跟它捞起来，就我们就可以放那个 cauliflower， 可以放那个 cauliflower 里边。 cauliflower你给它软一点，小孩子在喜欢吃，稍微会给它软一点，就等一下才cauliflower软了，我们才放那个豆腐。OK， 那个cauliflower已经软了，我们来首先我们来放这个豆腐下去，放那个豆腐下去，它的颜色多美。 就我们稍微调一点，调一点那个盐，调一点盐，还有调一点胡椒粉，粉就OK了啦。等它滚就可以，孩子也可以给孩子，等一下再给孩子吃，就可以关火了咯。这也有汤。 也有鱼，让孩子吃的很健康。我们学校给孩子吃的全部的东西，全部有健康的东西。